好，各位老爸老妈，大家早上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来我们老爸老妈来上课学堂，一起来学习哦。五月，我们已来到新五月，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新的学期哦。在这个五月和六月的星期一呢，我们会有我们的水彩课，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之前水彩课的老师哦，年历艺术老师来跟我们继续教导水彩的一个知识。今天呢是我们这学期的第一堂课，我们来学习画一些儿时的记忆。今天我们要画的是玻璃弹珠，到底怎么画呢？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老师，李老师，请。喂，各位老爸老妈们，早上好！又是 Nelly 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水彩，分享水彩哦。记得在去年也是大概是这个时间哦，也是这个时间，我跟大家分享水彩哦。在2月份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咖啡画。哦，咖啡画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聊到是，古早食物嘛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儿时的时光。那儿时时光包括了什么？包括我们玩的东西啊，吃的东西啊，好玩的一些游戏啊等等的。哦，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儿时的时光啊？玻璃弹珠啊，这个玻璃弹珠，玻璃弹珠给大家的回忆是什么？是怎样玩嘛？跟谁在一起玩嘛？哦，那时候我们的物资都很少哦，我们就拿这个玻璃弹珠。我记得这个玻璃弹珠我们不能再拿去学校了。然后我怎样玩呢？我怎样接触这玻璃弹珠呢？就是我是城市长大的孩子哦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城市那些一些祖屋哦，一些祖屋住在那里，然后后面刚好还没有开发，然后就还有一片沙地啊，以前的还有沙地，然后我就跟我的堂哥啊、表哥啊，因为我比我大的都是堂哥、表哥比较多，他们就来来来，叫我一起去玩耍，我就叫我玩这个玻璃弹珠。然后开始呢，就大家要放，每人就先在那个沙地上画一个圆圈，画大个一点，我不要画太小，太小了，一弹全部的弹珠很快就弹出来了，要画大一个点，所以很挑战一下，然后就收集，每人放一粒在中间，然后大家呢就手拿着一粒呢，就抛最靠近那个圆圈的地方呢，就可以开始去用你手上这粒弹珠，去瞄准啊，还要眯住一个眼睛，然后瞄准，把这个里面圆圈里面的弹珠呢给弹出来。如果给你弹出来那些呢，就归你所有了啊。所以蛮挑战一下，是好像是很简单的东西哦。你的力度啊，你的瞄准啊，都是在讲究中哦，都是在提升中啊。哦，孩子在提升中这个技能，除了这个小个以外哦，我想大家还有一种大个的吧，那个 marble 这种大个的 marble，然后他们我忘记了手势要讲爪，好像是这样子，他就这样子弹出去的，我记得是这样子了。他跟玩法也是跟这个一样，只是这个是比较大力，哦，这个比较大力，然后还有怎样的玩法？还有，我们还有类似这样子的玩法的东西，我们还有去拍什么？拍荷兰牌啊，是吗？有可谁跟我年纪差不多了，可能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拍荷兰牌，我们是买以前买那种牌哦，就是一张，然后它可以这样子折起来，然后撕下来，大概是这样小张的哈，然后里面可能是一些明星的，可能是一些卡通的啊，那时候是龙虎门的那些照片那些东西，我们就也是一人出多少张放在那里啊，但是呢，这次呢是用拖鞋，然后我最记得那时候的拖鞋是最出名，是我们每一个小孩子一定会穿的啦，日本拖鞋啊。
日本拖鞋哦，然后还有一些比较轻的，有一些是比较重的，所以我们就说，哎，要买拖鞋的时候，要指定妈妈买哪一个拖鞋，你顺便可以玩的，太轻了那不好丢，没有重量哦，它重了还有一点重量可以哦，也是要这样子瞄准，要 pack 过去，哇，就是这样子玩，除了 pack 荷兰牌，还 pack 那个荷兰牌，可以拿什么手拿着。哇，看谁是翻开了那个花朵是就是谁赢的，啊，还有呢，还有可以玩什么？除了 pack 荷兰牌，我们还有 pack 鞋子的也有，那个鞋子你要放在也是画一个圈，啊，要这样子堆，这个鞋子才会离就被人 pack 出去那个圆圈那个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小孩子其实是开始。通过玩耍去得到创意的，所以要给孩子玩多一点哦，什么都要给他玩一下，他才有创意哦。创意就是这样子来，你看我们这光是这样子一点点东西哦，就可以想很多东西出来啊。所以就是这个是我的儿时时光，我相信也有一些同学呢，应该跟我差不多年纪了。跟我再大一点的长辈，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年代有没有这些，marble 啊、弹珠啊，或者是有这个荷兰牌这些东西啊，那时候应该是木屐啊，再长辈一点的是木屐了，OK，好，来，我们大概分享了一下啊，然后你们就想一下，哎，你们那时候是有玩过这样子的玻璃弹珠吗？然后又怎样玩呢？诶，跟谁在一起玩呢？有没有玩到很开心啊？还是玩到吵架啦？我相信我们每个小孩子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，这样子的生活经历。好，可以。那好，我的这个小小的回忆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怎样画这个玻璃弹珠？哎，怎样画玻璃弹珠啊？这样小，OK，来，我们要切换一下我的视频，来，诶，OK，来，这个玻璃弹珠，等一下先啊，来，先介绍，我在这里会介绍简单的一些水彩。哦，可能对给一些新朋友进来，他就有点了解水彩啊，到底是怎样玩，要怎样玩出它的水彩水性的味道。水彩的意思是说水加彩，我们叫做水彩啊，水墨，水加墨就是水墨啊，油画哦，油彩就是油加彩色，就是油画油彩。OK，它是这样子的概念，所以先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。然后 marble 哦，你看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 marble 哦，还有一大罐哦，一整罐哦。你看这些生蘸白蘸的哦，你看敲到全部崩了的，你看，还有有些还很新的啊，还储蓄。你看这里面哦，你看。这里面呢，你就看看它的形状了，啊，就你就想象它是一片叶子就好了哦。它里面就有三片，看到吗？有黄、红、浅青色，这个另外一个颜色色调，这个是黄色、浅青色、浅蓝色哦。大家就想象它是一片叶子的形状，就这样子来画而已啊。然后等一下我会介绍大家，它是水分。什么叫水彩啊？很简单的一些概念，你们就可以画出很美丽的 marble。来，我们先画一下先来画一下。来画圆形，画一个圆形在这里，画大力一点，大家就比较容易处理啊。OK，大概用你的 free hand 画一粒在这里，好事成双啊，画多一粒给他。
哎，看你们这样厉害，再加多一粒给他。OK，有三粒啊。然后呢？圆不圆没有关系啦。你看我的球哦，都是哦，有些凹进去了，蹦来蹦去的，就是意思讲说你们都很群力的去玩耍，所以才会这样子蹦。OK，然后呢，这叶片哦，里面的叶片，OK，好像写一个 S 字，啊，好像写一个 S 字，再来这样子啊，这个另外一片呢，它不同角度会呈现不同的视觉效果哦，然后我会在这里会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视觉效果，让大家比较容易掌握这两片。然后这里给它，这里稍微有一点肥一点点的啊，凹进去，因为它的角度的关系哦。OK，好，你就抓一个比较准确一点点的，刚才是很多线条，你就抓一个准确一点点的是哪一个就可以了，其他的要擦擦一下它。再来，这个呢？这个我们画这样子给它啊，两片，给它斜一点哦。这因为它这个直了，我们就这个给它斜一点点，斜一点点就有在中间的位置这样子，放直一点。这个它的 S 字在这里。这个也是比较大片一点的，这个给它高一点点的位置，就是不要跟它一样高度哦。这个高一点点的位置，这样子它就看起来就不一样了。这个 S 字来画好来，哇，S 字，这个画这里，OK。再来另外一个呢，这个 S 字是，我们给它这样子躺住，这样子的 S，对，大一点，这里小一点，OK。对，就这三例，好不好？好，对呀，那我就介绍大家这个。水彩里面的一些概念啊，OK，这个先放住，介绍大家水彩的概念。水彩的概念就是刚才我说的水加颜料啊。好了，我放在这里，有些同学还没有画完的可以参考。有些新同学进来的啊，来一起学习的，哎，我大概给大家理解一下。好，我用一个浅蓝色，什么颜色都可以，poster color 的也可以，水彩的颜料也可以，普通画纸，我今天都是用普通画纸哦，用普通画纸哦，所以不用担心我画得特别漂亮。你们都一样可以画到一样很好看，OK。然后你放颜色放出来的时候，你看这个颜色这样子，哦，主要一个概念就是说，哎，你把颜色没有掺水的时候，我从颜料那边拿出来，它是这样子的浓度。如果我把这个颜料，你看我把这颜料放过来一点，我加上。
所谓一滴水就是你的笔毛蘸了一个水，挂下来就是叫做一滴水。我放两滴水，蘸一蘸水，再把这个水挂下来，两滴水。你看，就是自然的，你们都知道它会被调稀的嘛，看到吗？有一点透明了哈，哦，这个是很浓的，这个透明了，OK，这样子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水彩就这样，你越加水，你看我再加多一滴水在里面，你看，我没有洗笔啊，我只是把同样的纸笔放在那个水杯那里，你看，它要再洗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要告诉大家用一个这个东西呢，我们是要用两个色调啊，两个调子哦，就是深浅啊，每样东西都有深浅，所以它才形成了一些立体感啊。好，那这个东西的深浅怎样做呢？好，我们今天会画一个很简单的一种渲染的方式啊，很简单的，来，我试一下，我放，因为这个 marble 呢，它是蓝色加白色哦。你看，我在这里再加一个白色。什么？这个蓝色，洗干净笔来。你们如果旁边有布会更好哦，可以抹一抹它，你的笔哦。然后这个蓝色，你看，我稍微画大一点啊。如果我再加这个蓝色，你看我把这个蓝色调过来，加这个白，一点点而已了哈。它的色调就会有一些浅跟深的效果了。啊，你看到吗？一个浅，一个深。我用一个深的颜色给大家看哦。如果是这个颜色，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放上去，这个颜色加上这个蓝色，加上这个白色，你看，这是两个色调了哦。哦，就是我所谓的两个色调，诶。可以吗？明白吗？应该都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用这个技法啊，就用这个技法，颜色加白色啊，来，因为 marble 哦，因为水彩呢，通常我会把这些线条不画那么深。我就会在踩之前呢，我都会跟他稍微跟他擦一擦，给他蒙一点点。然后那个马布呢，他的技巧性在哪里呢？哎，留守到最后啊，那个马布的透明感。来，好，我们先采这个浅蓝色的部分。同样的哦，刚才我所说的，你把颜色调出来，调好。如果你的颜料有点干的话，你可以稍微加一点水啊。然后呢，我是采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哦。中间的这个，你看它画出来，我没有画完哦，我就画完。然后在它下半部的地方呢，我在这里加这个白色给它。你的笔不用洗，直接在这个地方加白色给它，跟它踩上去。OK，它就有两个色调，可以吗？它是不明显啊，因为浅的颜色。诶，黄色呢？黄色我们用浅黄跟深黄，
把颜色我要拿出来。我几乎是只是比给它有适度罢了，颜色我没有给它试。你如果你颜色太觉得干，你可以放一点点的水分哦。然后这个我就采这个黄色的部分。看我整个采完这个，我整个采完，然后呢，我加深黄色。这个我的深黄色有点浓，所以我加点水分给它，就在里面的地方哦，它的内部哦。刚才整个采完内部，我放深的，变成浅的在外，深的在内。OK，这个也同样的，我们一起做。然后它就可以一起干了，你像我们就可以一起做那个它的效果，因为这个颜色要等它干了，稍微有点干了，我们才能够做它的那个效果。有时候水分，尤其对初学者来讲，他可能一下子没有这样容易掌控到那个水分的，浓跟细。浓跟稀的啊，没有关系。今天我们就来玩一玩，哎，你就这样子跟他有分出两个吞出来，浅在外，深在内就好。就两个。然后另外呢？我们再放浅青，这个中青色啊，浅青、中青，我的浅青，就比较干了哦，在颜色盘那里要干。调一调它。可以调稀一点点，因为这个浅青色它采出来会比较深，所以你可以加一些水给它。哦，可以学习加一些水给它，这样子哦。稀，你看这种稀，你看这种水，你画一次它是这样子，你再画两次，它有重叠性，它又颜色就会比较深一点了。OK，所以我们这个要给它稀一点，这个浅青色。几乎是我要给它弄到是80%的水分啊，70%-80%的水分，OK，然后给它稀一点，大家就可以学习这个浓跟稀的效果，然后我们采在这个地方，看它的稀度哦。你一样的跟它采出来，然后在这个旁边深的地方，我们稍微用这个深青色调一调，调一调出来，给它浓一点点。OK，采在它的旁边，你稍微要有转弯处哦，要有给它一个转弯处。因为它是一个叶子嘛，好像叶片样子。这个，浓一点点的，这个给它在下半部，因为这些抹布哦，它在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。光线的折射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它的深浅度都不一样。你看，我这个是放在外面是浅的，里面是深的。这个呢，我是画了它的 S 字形，所以它这里是浅的，里面是深的；这里是浅的，里面是深的。这里两边外围都是浅的哦，都是就因为去那个
餐桌它本身的一些折射的关系，你会看到一些这样子的效果。所以你的弹珠看起来的时候呢，它就不会这样矮板了。然后这个，这个我们用回这个浅蓝色给它。这个浅蓝色我们可以给它更稀一点，给它更稀的效果。加一点深，加一点浓的蓝色。然后这个我们会画在它的上面就好了。这个我稍微有加了一点点这个 Ultra Marine 蓝哦，这个深的蓝色，所以你看到它有这样的一些效果。橙色，再来，是不是很容易吗？它就是在这个转折的地方啊，转折的地方，只是今天学两种，你要放两种的 tone 上去，然后两种的色调，深浅，就好像孩子去学画画，你就要有深中浅的这种效果，就这样子的概念而已。好的，来，再来一个 orange color 啦。orange color，我们同样的跟它挖出来。因为 orange color 呢，这个橙色呢，橘色呢，它会比较浓一点，色调会比较亮一点，所以呢。我们放多一点水给它淡化它一点，不要让它的颜色太过跳出来哦。然后我们稍微踩在这里，然后刚才还有一个，这个我再重复再拿一个深的出来放在这里哦，放一点。这里的颜色调给它稀一点点就好了，意思是什么？我要给它浓一点点，深一点点的颜色，在它的这个外面这里，里面那里，你看，浅的在外，内的在，深的在内，这个也同样的。浅，通常水彩里面呢，我们是由浅彩到深的地方哦，所以我们会用浅色调先，然后再用深的色调。这个稍微画，你们如果掌握不到，你们可以用细的笔啊。再深的，OK。如果太深的话，你可以给它吸一吸起来，抹干你的笔，给它吸一吸起来就好了。这个里的颜色我稍微放比较浓一点，让大家看到。接下来就是功夫来了。要掌握的功夫在这里了啦，这个需要一些真的要功夫一点点啊，但是不担心，这个功夫可以练出来的。来给大家再来给大家一个概念，就是水分。刚才我其实有跟大家谈到的，你看我的原装的深的。蓝色拿出来，浅的蓝色是这样子，加水再加水，它越来越变淡啊，所以越来越稀哦。所以水彩的好玩就是加水，你就可以变稀
很节省颜色。OK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个玻璃弹珠哦，你看它的透明感啊，嗯，我的玻璃弹珠呢？诶，你看，你看，它有这个，去观察一下，它这个是在里面的一个东西，我们怎样把它画出它外围的感觉的，这个透明的感觉呢？啊，这个就是功夫了咯。然后还有一样东西，就是这个玻璃弹珠嘛，你看到有一个高光点，有吗？因为我这里有一盏灯，它的光线直接射在这里，它会反光出来高光点。每样东西呢，它们都会有一个高光点。你看这种高光点啊，你看这些一些透明的亮光透过去的，OK，你看到哦，所以我们要画出它的这种效果出来。来，这个啊。好，对啊，我相信应该还有一些同学呢，还在画这个哦，我不担心，我讲慢一点点啊。来，这个圆形，看哦，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做？我稍微给大家知道，它里面会有几个色调，基本上它会出现两个色调哦。因为它里面的颜色，它会有一些反射色在里面，所以它会有一些青色、黄色在里面。跟它玻璃本身呢，玻璃本身它是有一些蓝色的。哦，我们会用蓝色来代替它整个玻璃的基本颜色。然后它的一些的阴影啊的效果啊，我们会用回它球里面的一些色调。OK，是这样子而已啊。然后这个东西要怎样弄呢？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刚才这个地方，这个最浅了，啊，这个是最浅的嘛，加水在这里。OK，我们再给它加一点点的白色给它，给它更透的感觉哦。就是不想让它有跟里面的蓝色碰撞到，OK？你看加了这个白色，你看它会跟这里的不一样，OK？然后你看它的水分还不够，再加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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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淡了哈，你看，我也不知道我加了几次水了，OK？然后这个青色，我再放过来。刚才这个浅青色我放过来，我们再调它基本色先哦，加白，放水，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四滴，五滴，懂什么意思哦？五滴就是这样子，从你的水杯里面提出那个，你笔里面就沾了水了，跟它挂下来，六滴水啊，差不多了了。你看，它就变淡了咯，看到吗？它就是那么淡淡的就好了。嗯，所以水彩很节省颜色的。嗯，来，它是怎样呢？它给你们，我画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概念啊。你们也可以从这里尝试在外面，然后等一下再画在里面。通常呢，它是一个没有画到最外围，我们就会这样子。啊，一个形状哦，我的球形我画清楚给大家看到啊，我的球形是这样子啊。对，我就画在里面，然后再加一个蓝色。这个浅蓝色哦，它是 overlap 它的上面，然后画一个 C 哦，这个 C 是这个很大，下面很小的，这个是画到它外围一点的，OK，然后我们再用一个
更浅的黄色，这黄色我没有调白，我只是放水给它洗洗啊，基本上可以调到4到5次的水给它洗洗的，OK，这样子，这里，然后这里 over 了这里，那。然后有些地方呢，我们会给它一些深一点点的，对，是不是会有一个透明的感觉了嘛？可以啊，哦，来，我们是来真的了，用这种效果啊，当然这个里面呢不一定全部一样的方式啊，只是现在我告诉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涂法啊。来，这个呢我就放这个浅青色给它，这个粉青色。来，我们从这个方向来，因为它这个东西从这里来，可以。当然。正确的是，你要看它的光线啊，这个 marble 弹珠的这个它的这个变化。所以你为什么你看到我为什么要放浅吗？它会 overlap 里面这个东西哈。然后浅蓝色放上去，盖上去刚才的地方，再来，我的黄色调，稍微有一些黄色调，我会放在这里，再放在这里，OK，然后我要一个深色的蓝色，然后这里，先放水一点点，给它这样子，给它有一些是有留白的，留白的地方。然后有些是加一些青色给它，在这个里面的之间哦，因为这个地方我要突出它的立体感哦，我稍微要放这里比较暗，穿过在这个地方。OK。有些地方你可以稍微修饰一下，不要给它水流的太多出来。有些可能控制不到的话，它的水可能流出来。来，这个这样子弄一下它。等一下我们一起才放那个高光点哦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我们放青色调。这个地方，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留白，就好像刚才我只是给大家看的那个地方，它会透到下面去的，有些地方。浅蓝色，我为了在这里哦，写一个"西"字这样子给他。
然后用这个深的蓝色。这个稍微要有一些 texture 给它，对，不要围到完啊。然后这里很硬边，你稍微抹干了你的水，洗一洗你的笔，跟它 soften 它啊，给它放水在这个颜色上面，OK。然后你稍微这里给它有一点点点就好了，点上两点，你看，它的有些暗影，一点就好，不要多。可以发一个黄色给它。刷一个这样子的形状给它，好，再来，这个比较简单，我们不要放到这样复杂给它，放一点点的。黄色给它就好了，浅的放水分多一点，我们给它透多一点给它。OK，黄色，我们以黄色为主，然后蓝色，放一点深蓝。这个我们不画多，就给它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去看，哎，到底它这种效果出现的又是怎样？所以有些是它会看到很多的光线，有些是不是很多的？然后这个我们再画一点影子给它吧。大概的影子是这样子。有点椭圆形啊。影子的调色法是什么？宝宝。蓝色。不过跟蓝色啊，加点水，我们就给它淡淡就好了。先画这个暗影在里面先，然后你加水哦，加水不调色，你看它就这样子了，它就有两个吞出来了，看到吗？它就有两个雕子出来。如果你觉得不够好看，你们可以再稍微深一点点的这个，加多一点点的蓝色，在这个下面，它就会看到层次感多一点点就好了。要画龙点睛，
同时要画龙点睛的话呢，我们就要点这个白色。你看，我放浓浓的这个白色出来哦。点在哪里呢？高光在这里来，我们可以点。诶，然后你之前要小心，就是要画一个弧形给它的啊、哦。这种白色的点呢，我们要画一个弧形给它。然后这个给它有这样子。这个我给它这样子来哦。会看到它的那种层次感，看到它的外面的高光。看到这个玻璃球的透明，看到里面的球里面的东西。哦，这个按钮在这里。可以不要点到太大啊！你们这些高光点，小心不要点到太大个啊！然后在这里处理的时候呢，时候一些地方呢，如果你看到不够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给它吧。该差不多了。你看它干了过后，等一下它就因为这种普通画纸哦，它你画的时候的它的细水全部吸在里面，然后这个你看它干了过后它的效果哦。当然我这个是里面的绘画比较浅一点，这个我里面的这个哦叶片哦，我画深，我怕大家看不清楚了。你看它只有这种哦，透明效果，所以今天我这个介绍到这里为止。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一个，水分，这个水分，水跟颜色的关系，加水它就会变淡，哦，然后每样东西呢，我们都会有两个色调在里面，哦，深浅。两个色调啊，再来就是这个球的一种透明性，你要用的水分要更多，水分要更多啊，这样子，然后你还要重贴性的性质哦，然后它才能够会呈现一些它玻璃的成贴，玻璃的一贴一贴的那个层次感哦。跟它的光的一种折射，你才呈现的那个立体。然后玻璃嘛，它本身它有一个高光点很亮，所以我们是直接是用白色点上去。好像这些留白的，就是证明说它是有一个颜色是，我们是看透下面去的哦。有些是这样子，你可以看到一些玻璃球，你是看透下面去嘛？它没有东西挡住的时候，你是看透下面去的，你看到吗？看图下面去，OK，所以我就是用留白的方式。OK，再来影子的部分，我们也是有两个 tone，一个深一个浅，颜色放上去过后加水，然后里面可以再暗一点点的话，再放多一个深蓝色给它就好了。OK，今天我们的玻璃弹珠带你们回到儿时玩弹珠的回忆，我们就在这里。到这里分享到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就谢谢今天聂老师的分享哦。在进入我们这么分享环节之前，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这个课程。从5月开始哦，我们星期二的课程是心理健康课。
明天呢，我们会有林志成心理师来跟我们分享拥抱第三人生的第一堂课，退休男人和退休女人的失落心理大有什么不同啊？如果大家对于这课题感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明天同样时间回到我们老爸老妈来上课学堂，一起来学习。好，那么的话，我们今天的脸书直播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马上回到我们正的分享环节。